国家图书馆多媒体创意实验中心坐落于拥有丰厚艺术能量的西门町。多媒体中心以探索新知、体验创作、阅读学习、激发灵感以及分享创造为主轴，运用崭新的科技设备导入服务项目，以开放、数位、参与式的新形态作为设计概念，展现有别于一般图书馆的创意实验中心。多媒体中心整合了传统图书馆与实验中心的需求，建构协同合作空间，规划兼容开放与区隔的空间，采用年轻鲜明的色彩，创造充满活力的氛围。整体空间以贯穿全场的流动弧形穿透式书架，搭配数位影像视觉与标识系统的数位轴线作为串联，结合图书馆阅读馆藏元素，导入科技体验及互动的新概念。不仅设有许多灵感发想与实验创造的空间，如创意手作坊、卡本特工作坊，更以创新的概念提供了个人直播室、亲子直播室、数位科技实作区、团练室等服务，使来访者可以透过不一样的媒材探索更多不同的全新领域。多媒体中心空间意象视觉采用年轻鲜明的色彩，并用章鱼作为主要空间视觉，是希望表达对未来创新实验科技的设计想法。章鱼的八只腕足就象征各种不同的才能兴趣，鼓励民众能不断学习与创新。整体开阔清新的氛围传递出 Open Lab 跨域、数位、年轻、创意的核心理念。多媒体中心陈列旅游文学、漫画、语言学习、视听资料、期刊、创作技法及创客类等相关图书超过30000余册提供阅览。多媒体创意实验中心提供创新的服务内容，成为新一代创意发想、知识探索与交流的场域。未来将规划各种丰富的课程及活动，积极打造学习、创作、交流的平台，让创意与想象持续发生。欢迎来 Open Lab 探索、体验、创造、分享、交流。